小怪王。下课之前，谁愿意来猜一下黑板吗？看着吧。崔西，你来猜一下吧。但是，等等，我不要。成功。这是本周的第二次了，球球戏弄我去帮助别人，我和球球势不两立。简直没法相信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发现我们的秘密空间跟衣柜呢。别乌鸦嘴小五啊，学校真温馨啊。都休息了还在学习是吗？不是作业，只是乐趣罢了。我在续写这本书，崔西的书。什么书？我叫他崔西的书，里面记录了我曾经用过的所有计划，是我和崔西大战时用来对付他的。所有的吗？好的、坏的、可怕的都有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错误带给你的教训会比成功的更多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就像我去年数学挂科一样。你得到什么教训了？那就是我的数学实在是太烂了。正是这样，更精彩的把戏会写在崔西的书里。听起来真是一本不错的书呢。嘿，球球，那本书不是你的吗？不，他怎么可能拿着？等等，就是我的那本。要是崔西读了，他就知道所有把戏了。哦，不，书的把戏。没错，别的书里没有，只有我的那本有。我必须把那本书要回来。他开始读那本书了。请你们打开课本的第50页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哪一本书啊？科学书，红的那本。太棒了，应了我的想法。我刚才在担心崔西，看起来他拿错了书，是黑色的。我说完了，我只是担心崔西。原来他是这么做的嘛。崔西。对不起。我没收了。合上了。现在我得想想怎么从傅老师那儿拿回来。我有个办法，从电视上学来的。我需要一些绳子、胶水、鱼饵，还有小胡子。哇，小五，我刚才打算下课的时候直接从傅老师那拿回来。哦，好吧，那也可以。我换个方法。我只想说，我喜欢我的新鞋子，我爱他们。说完了，谢谢。这一下可就万事大吉了。隐形墨水，这主意太棒了。隐形墨水，给我看看。他一定把书掉包了。要是觉得好玩就告诉我，我知道怎么样把你原来的书掉包了。真是太有趣了。或许我们可以吓唬吓唬他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是害怕，我说怕得要死的话，他肯定会把书扔了然后赶紧跑的。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吓到他这么恐怖的人呢？还记得去年夏天拍的那部电影吗？当然了，泥巴超人的复仇太经典了。很好，那部电影的衣服正好在学校呢，在我们的秘密更衣室里。第一步，跟踪崔西，他在半道上一定会落单，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一根牙签。任务完成了，崔西肯定得花点功夫才能打开柜子。漂亮，快去吧。笨蛋，除非我打不开。崔西要过来了，完毕。那些灯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学校忘交电费了。咱们弄得再恐怖一点吧。你把超人该你了。什么事啊，奇怪的家伙！不好了，你们在耍我吗？这种伪装也太愚蠢了。小五，无论你在哪儿，这些灯就已经够吓人的了，你们可真是让我头疼。对不起。
或许我们就该在他上学的路上跳出来抢回书就行了。小五，这是暴力行为，过分了吗？好吧，电视上学的。好吧，我猜有些方面你是对的。我们有三个人，他只有一个人，就按小五说的做，不过不能太暴力。停车吧，这位小姐，我想你身上带着一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回头见，我不想给你。我们走。我们一定要抓住他。哇哦！嘿，小霸王，我需要个贴身保镖。我为什么要做保镖？我要吃蛋糕。我会给你买很多纸杯蛋糕。嘿，什么时候啊？我们一定要抓住他。你能做到的，球球。现在怎么办啊？有小霸王保护他呢。我们一个人拖住小霸王，另外两个去对付崔西。单独拖住小霸王这件事听起来可真不容易。好吧，你们俩负责引开小霸王，我会去对付崔西的。别转圈了，我眼都花了。好吧，我就猜到会这样。我们还没读过你这本书呢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不算完。想把东西要回来，办法有很多。一种方式是抢过来，另外一种是让他们主动还给你。说说吧，动作快点，他马上到家。我手上还有这个，以备急用。几个星期前，我制作了一个可以和崔西交换的特别筹码。哦，是什么？想想崔西这个人，最痛恨的东西是什么？他特别骄傲的有一点，就是从来不帮助别人。没错，所以我制作了一个视频，是他帮助别人的时候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不管在哪儿，他从来都不会帮助任何人的。没错，有些画面是我自己创作的。嘿，崔西，等一下。你们只能到这儿。好吧，好吧，先放下胳膊。崔西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制作了关于你的视频，里面记录了你做过所有的好事，比如帮助他人。不可能的，我从不帮助别人，这是我的原则，我的标签。大家好，伙伴们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去帮助他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帮助他人更重要的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谁看到了？我最讨厌小孩子了。老人，我的天，到底有谁看了？快告诉我。没有人吧，但是小五也看不到我的那本书啊，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你把这本书给我，我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母带给你，然后删掉。你在吓唬我？我们正快乐地在公园里种花呢。哦，我不会这样的。好吧，咱们成交了。等等，我怎么知道你手里没有副本呢？我可以向你保证。保证这一套对我来说从来都没有用。好吧，小霸王，等等。好吧，把光盘给我。把书给我。好吧，数到三。一二三，成交。拜托你这家伙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的计划吗？你说谎骗了我，然后一丁点信用都不讲吗？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是吗，小霸王？嘿，我是为了蛋糕。拿到了，漂亮小五，这一点你学学小霸王吧。等一下，咱们确认一下。我们又上当了，又没了，第二次，他太厉害了。我的天，你赢不过崔西的，除非你有一个计划作为备用才行。我希望事情不变成这样。哪样？你们还记得那个电影的结局吗？
那些爆炸胶囊实在是太酷了，我太傻了，竟然中了他们的陷阱。如果他不把书还给我，那么多好啊，第二场戏会有个爆炸性的开头。大获全胜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的贝雷帽，你弄脏了我最爱的贝雷帽。我可以问问蛋糕的事儿吗？球球，我现在就想看这本书。这本书我已经写完了，我再写一本别的吧。